大家好，我是冰冰。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 Costco 的折扣信息。本期我们不仅会为大家推荐黑五的 Holiday Events 的折扣，还会推荐其他时间段的折扣，以及我们新发现的新品和红酒的介绍。我们不仅为大家推荐这一期参加的美食和产品的特价，还有其他的类别，像服装以及电产品，像冰箱、微波炉、电视、吸尘器等都有价格优惠，而且还有舒适优雅的家居用品。所以近期参与折扣的商品还是内容比较多的，如果正巧你有这些需要，可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期的折扣。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还请您为我们点赞、点击关注以及点击小铃铛，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更新的提醒。其中参与 Holiday Events 折扣的时间是从11月18号到12月2号。现在看到的这一款是有线探照灯摄像头 Pro 和电池供电第三代直立式的安全摄像头套装，原价249.99元，本期减50元，折扣时间到12月2号。这个套装里面包含了两个摄像头，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安防需求。有线的探照灯摄像头 Pro 视频提供1080赫兹，能够确保清晰的监控画面，有双向的通话功能，内置麦克风和扬声器，允许用户通过 Ring 应用与访客实时的对话，还有高级的 3D 运动检测，利用雷达的技术实现精准的运动检测，减少误报。它还有报警器，内置高分贝的报警器设备，可以监测到可疑活动时发出警报，增加安全性。它是有双向通话的功能，而且它采用的是电池供电设计，无需电源线，安装位置更加的灵活。这个品牌还有一款也参与折扣，就是电池供电门铃 Plus， 原价149.99元，本期减50元，折扣时间到12月2号。这款门铃附带6个月的 Ring 订阅计划。这款智门的门铃具有多项的功能，可以提升家庭的安全性和便利性，功能也是比较全的，有高清视频，而且是提供从头到脚的高清视频，可以实时查看与双向通话，通过 Ring 应用可以实时查看门前的情况。订阅 Ring 计划后，设备可智能的识别人物和包裹，减少不必要的通知，采用可充电的电池供电，无需布线，安装更灵活方便。另外，旁边箭头指的这一款，它是第三代的直立式探头加安装支架三件套，也参与折扣，原价249.99元，本期减80元，折扣时间到12月2号。它是一款适用于室内和室外的无线安全摄像头套装，包含了3个摄像头，每个摄像头都配备了可充电的电池以及安装支架，同样可以提供清晰的高清视频，确保您实时监控家中或办公室的情况。内置麦克风和扬声器，允许您通过 Ring 应用与摄像头附近的人进行实时对话，也是采用的无线设计，摄像头可以安装在平面、墙壁或天花板上，适应不同的监控需求。特朗普与马斯克在直播对话中使用了一款外形与安克充电宝相似的设备，有信息的观众会发现这款充电宝可能是安克的产品。受此影响，安克创新的股价在当天一度上涨近3%。这款磁吸无线充电5000毫安时移动的电源两件装现在参与折扣，折扣后29.99元，折扣时间到12月2号。安克是一家知名的电子配件制造商，这款充电宝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每个移动电源配备5000毫安的电池容量，足以为智能手机提供一次完整的充电。轻巧的设计方便随身携带，适合旅行和日常使用。这是单立人3层复合不锈钢12件套炊具，原价184.99元，本期减40元。这款的折扣时间是到11月24号。这个套装里面包含了一夸托约0.95升的带干平底锅，两夸托约1.9升带干平脸锅，三夸托约2.8升带盖的平底锅，还有六夸托约5.7升的带干炖锅，8英寸约20厘米的煎锅，10英寸的约25厘米的煎锅，还有三夸托约2.8升带干的深煎锅。这套炊具采用3层复合不锈钢结构，确保均匀导热，减少烹饪时的热点，提升烹饪效果。锅具内壁设有刻度标记，方便精准测量液体，提升烹饪的精度。炊具适用于包含感应炉在内的所有炉灶的类型，使用范围广泛。炊具可以在烤箱和烤架中使用，耐热温度高达315度，带盖使用时耐热温度为218度。炊具可以使用洗碗机清洗，方便日常维护。这是一款产自美国加州纳帕谷的顶级赤霞珠红酒，由著名的酒庄 Gurgit Hills Estate 精心制造。该酒庄由传奇的酿酒师于1977年成立，以高品质与传统的坚持闻名于世。Gurgit 在1976年巴黎盲品会中凭借了它 Chardonnay 获得了全球的赞誉。这一壮举不仅奠定了酒庄的声誉，也将加州葡萄酒推向了世界的舞台。这个酒庄坚持有机种植、可持续的农业理念，确保了每一串葡萄都达到了高品质。葡萄经过精心挑选和传统的工艺酿造，
酒液结构均匀且层次丰富，开瓶后可以感受到浓郁的草本香气以及柔和的香料风味，伴随着黑莓和黑醋栗等深色水果的馥郁芳香，入口果味浓郁，质地饱满，单宁柔滑，韵味悠长，带有一丝木质香气和优雅的矿物质风味，完美展现了纳帕谷赤霞珠的典型的风格。这款酒得到了业内一致好评，2019年被评为94分，2018年也获得了93分的高分认可。这是一款蔓越莓墨西哥辣椒鸡肉丸子46盎司装，原价14.79元，本期减4元，折扣时间到12月2号。这款鸡肉采用的是无抗生素饲养的鸡肉，结合了蔓越莓的甜味和墨西哥的火辣的微辣，口感独特无麸质，没有猪肉的成分，而且没有添加亚硝酸盐和硝酸盐，方便快速加热食用。每一份含有14克的蛋白质，营养丰富，适合作为蛋白质来源。每包含有60克肉丸，可使用微波炉、烤箱或空气炸锅加热，约20分钟即可享用。它口感还是比较清爽，没有油腻感，非常适合作为轻食或者是搭配其他的菜品。这是精选的意大利风味熟食拼盘，原价11.89元，本期减3元，折扣时间到12月2号。拼盘包含了6种不同类型的意式香肠和腊肉，总共是24盎司装。它适合做开胃菜，或者是搭配芝士，或者是红酒。里面含有胡椒萨拉米、卡拉布里亚香肠、西班牙辣香肠，还有热那亚萨拉米。另外还有一个是意大利风干的萨拉米和传统的索普雷萨塔。这是一款清凉薄薄荷脆心巧克力，29.99盎司装，原价15.89元，本期减4.3元，折扣时间到12月2号。它是美国知名的巧克力品牌，而且它这一袋里面是2种口味，包含了经典薄荷脆片，由白巧克力和半甜巧克力层叠而成，顶部撒有碎的薄荷糖，口感甜美，带有清新的薄荷风味。还有一个是黑巧克力脆片，它是以黑巧克力为基底，搭配了薄荷糖碎，提供了更浓郁的可可风味。这是一款马桶清新喷雾3瓶组合装，原价19.99元，本期减5元，折扣时间到12月2号。它是专为消除如厕异味而产生的产品，采用天然精油和植物成分，不含人工香料、酒精等，而且它是对人体和环境都友好的。一般是3种味道，一种是晚香玉、檀香木和橙花的香气，另外一种是薰衣草、鼠尾草和杜松子，最后一款是琥珀、香草和佛手柑的温暖气息。每一瓶100毫升，而且它也符合旅行携带的标准，方便随身携带。在如厕前向马桶水面喷3到5次，就可以形成一个薄膜，可以锁住异味，防止其扩散。科克兰有机秘鲁咖啡豆907克，现在13.99元。它是 Costco 自有品牌推出的有机咖啡豆，产自秘鲁地区，它属于中度烘焙，主打的是丰富的风味以及有机品质。这款包含了3种经典的阿拉比卡咖啡豆，它是 USDA 有机认证，既保留了咖啡豆的原始风味，又增添了一定的焦糖化甜感，浓郁的奶香巧克力与香草香气扑鼻，同时带有微妙的苹果清香。这是星巴克维罗纳深度烘焙咖啡豆2磅装，13.99元。它是专为喜欢浓郁口感的朋友而设计，100%的阿拉比卡咖啡豆，带有浓郁的黑巧克力风味，并且还略带了甜美感和丝滑余味，适合手冲、法亚虎、低滤咖啡机等。黑巧克力的浓郁味道是这款咖啡的主调，同时伴有淡淡的甜美感，提升了整体的风味层次，并且它是低酸度，几乎无明显的果酸感。咖啡 Verona 最早于1975年推出，一开始是为了搭配巧克力甜点而设计的咖啡，后来这款咖啡引起浓郁的黑巧克力风味而得到广受的欢迎，并以意大利城市维罗纳为命名。索诺玛番茄罗勒披萨脆片9.5盎司装，原价9.79元，本期减2.6元，折扣时间到12月2号。这款采用的是100%马苏里拉奶酪，搭配了番茄和罗勒调味，提供浓郁的披萨风味。每份含有13克蛋白质，不含麸质，适合对麸质敏感的人群。这款它口感酥脆，入口时能够感到浓郁的奶酪香气，随后又是番茄的酸甜和罗勒的清香，整体风味和披萨很相似。Ocean Spray 蔓越莓干64盎司装，原价9.99元，本期减4元，折扣时间到12月2号。这款产品由知名的品牌而生产，采用100%北美蔓越莓制成，不含转基因成分，没有人工的香料防腐剂，并且采用可重新密封的包装，方便储存。它是带有了后添加糖分，所以吃起来是酸甜的口感。采用整颗的蔓越莓干制成，果肉饱满，咀嚼的时候能感到丰富的果汁感。
Nutella 巧克力酱950克两瓶组合装，现在折扣后10.69元，折扣时间到12月2号。它的主要成分是由精选的榛子、可可、脱脂牛奶和糖制成，口感顺滑，甜度适中。无论是涂抹面包、制作甜点、搭配水果都可以。每一组是两瓶包装，非常适合家庭和聚会使用。平时我也非常喜欢用它来蘸饼干吃，很多消费者普遍对它给予非常高度的评价，认为口感丰富，而且真的很好吃，还是个早餐和零食搭配的理想选择。这是一款咸蛋黄焦糖酱，8.79元。这款以其丝滑的口感和浓郁的咸焦糖风味而受欢迎，特别适合作为甜点搭配或日常零食调味。它是法国产，采用黄油、焦糖和适量海盐制作，不含转精成分且无麸质。初入口时，黄油的浓郁奶香扑鼻而来，焦糖带来的甜味让人愉悦，咸味适中，可以淋在冰淇淋、华夫饼、煎饼或者蛋糕上，增加甜美的口感。也可以搭配苹果片、香蕉或草莓，打造清新的浓郁的对比风味，也可以作为面包、派或者是布丁的内馅，当然也可以当做涂抹酱搭配面包或饼干享用。绿罐的蜂蜜混合坚果850克也终于打折了，原价13.49元，本期减3元，折扣时间到12月3号。它是一款深受大家喜欢的蜂蜜烤坚果混合装，它里面包含了杏仁、腰果、核桃和山核桃等优质坚果，口感香甜酥脆。它作为平时的零食或聚会小吃都是不错的，但是要提醒大家，它由于其甜度和热量，还是建议适当的食用。果德瓦巧克力节日礼盒11.03盎司装，现在17.99元，减5.4元，折扣时间到12月2号。今年换了红色包装，我觉得更加的漂亮。它里面有12种不同的口味巧克力，而且很多都是带有夹心的，每一颗制作都非常的精致。尤其又赶上了这次参与折扣，非常适合节假的时候送给朋友分享。好了，我们今天就先为大家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下方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在美国洛杉矶，下一期再见。